是会在意这些小事的人吗？知道现在的我为什么这么自信吗？因为强哥有个特别大的优势，那就是帅。人只要一帅，干什么都来劲儿。还忘了介绍森林里的那些邻居们，他们有一个叫熊大，有一个叫熊二。这些动物真的坏了我不少好事。别动我的飞行器！哥，有他们在挺好，就让我一个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单调寂寞。郭科长，生日快乐！由于你的缺席，熊大、熊二他们都身处险境。现在，让我来保护你们。